高山飘香溪，山上一块茶香哟，啊，有绿水因风为，景，人乡啊，因人乡，哎呦，遐高山飘香溪有啊，姜味菜粥，去到迄阵听，有咧有咧参加活动呢，听我要做，真听听观音妈妈咧参加活动呢，有啊，较早有咧参哦，天性我有参加迄个高山爷妈听会做。东山银河组活动嘛，也用个观音合组活动，好好，谢谢。有两三个头影。哦，对，两个头影，好好，感恩啊，谢谢。是是。两三个字音。啊哈，是是，哦是，感恩啊，这东山足大个呢，包括，刚包括东园。我正所讲袂着，东园甲东园去，高原，东园高原，青山。是拢是哦，拢是，啊，平地，平地对大庄落来，东山啊，圣贤，啊，这边的科里，科里啊，这边东河，东河即马着几百刷，东河几百刷，我较知影啊，但啥物科里咧？啊，啊，科里着是东河甲东山的调，拄我伫即马迄台，迄台挂伫发机迄个方向，啊，伫山脚。伊个嘛算平地啦，是啊是是。啊，东园离遮你偌远？东园离遮，半，敢卖半点钟？半点钟差不多。哦，哇，遐远嘞哦。二十公里了。哦，啊，甲对关那岭去，敢会通？关那岭去倒掉路啦。倒掉路。你去到东山哦。东山啊。东山从对东园这边。啊，敢是要去六甲迄条上关路？不是不是，六甲迄条就对这个钟头来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我遐那像一间庙呢，对，甲巴煞啦，甲巴煞的庙呢，迄间庙。迄个庙是，我含甲巴煞的计较。哦，是是，甲巴煞的计较，是是是。还算甲巴煞大牌。啊，迄有只卖慈公呢，妈祖庙呢。卖慈公，迄个甲巴煞大牌。甲巴煞大牌，甲巴煞大牌，是是。伊头前迄条桥啊。啊，伊迄地理是算迄个甲巴煞，算咱遮摊位。伊算。甲巴刷，啊，算甲巴刷的地点嘛。地点是迄个地市啊，阮参买。哦，地市啊，参买。啊，但是行政区是位伫甲巴刷。哦，行政区位伫甲巴刷，吉贝刷，吉贝刷就东河啦，哈。哦，是是是。哦，啊，东河，东河因本身的迄庙叫啥？东河。东河本身的庙，伊主要就是。伊的庙名叫啥？伊的庙名我唔知，伊主要就是阿力祖。哦，阿力祖。阿力母安尼。阿力母哦，是是是。吉贝刷二字嘛。啊，太祖是啥？哦，太祖。哦，啊，阮遮无太祖，遮。叫王太祖。遮王太祖，王太祖就是，我介上帝伫大陆伊带过来，伊派过来。是是。哦，伊派过来。哎，甲伫明朝，明朝的时阵，伊大陆过来台湾垦荒哦，啊，伊派过来，啊，海墘的人是，哎，住伫海墘的是派妈祖。哦，啊，因为福建泉州伊已经伫平地山内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因派福建省的。是是，福建省的。啊，福建啊，海边啊，伊就派妈祖嘛。哦，新民甲王太祖有关系啊，安尼就对了吼。新民。新民会来台湾，就是甲王太祖有关系，是是。王太祖伊个纪念祖，纪念的先祖先人啦吼。哦，是是是，感恩王太祖啦吼。哎，安那那陈尾姓王的住伫底？陈尾姓王的。哦，陈尾姓王的。浙江拢是。是啊，哦，陈尾姓王的浙江拢是好，这大家族的厝啊，你看。哦，啊，这厝敢要有人住呀？这个厝啊。啊，那像土角厝。哎，迄个迄敢是土角厝？土角厝。是哦，迄真正是土角厝哦。嗯。哎，啊，看到那也红红红红，应该是砖啊，才土角厝。这边砖啊啦。哦，一块砖，哦，顶管土角的。这嘛不是咱这砖啊啦。哦，不是这。这块是大块砖。哦哟哟，迄大块砖嘞，你看。这个大块砖就是土坑哦。